好，中間講多次啊！好，你到時諗住有冇預備咗啲咩參賽歌？唔係參賽歌，啲歌未啊？到時即係踢館。係啊，踢館啊！大家都準備中啦。大家都準備中。冇錯。咁有冇信心保得住個位？哦，咁呢個友誼賽嚟嘅啫，冇乜競爭嘅，大家都係 take it easy， 同埋識即係當識新朋友咁樣。Jasmine， 你獎金嗰度？係咪仲未收到定係點？問咗媽咪收咗未啊？哦，我未問佢啊，我又唔記得咗呢件事，暫時儲住先啦，因為我驚我一時衝動使錢嘅話，應該唔係幾好。你想買咩啊？冇特別嘢想買，但係未諗到做咩，所以就冷靜咁處理。